以时大会，问佛说受，命劫数长远如是，无量无边，阿僧子众生得大饶益。于是世尊告弥勒菩萨摩诃萨：阿逸多，我说是如来寿命长远时，680万亿，那由他恒河沙众生得无生法忍，复有千倍。菩萨摩诃萨得闻持陀罗尼门，复有一世界。微尘数菩萨摩诃萨得落说无碍辩才，复有一世界。微尘数菩萨摩诃萨得800万亿，无量旋陀罗尼，复有3000大千世界。微尘数菩萨摩诃萨能转不退法轮，复有2000中国土。微尘数菩萨摩诃萨能转清净法轮，复有1000国土。微尘数菩萨摩诃萨8生当得阿耨多罗3藐3菩提，复有4世天下。微尘数菩萨摩诃萨4生当得阿耨多罗3藐3菩提，复有3世天下。微尘数菩萨摩诃萨3生当得阿耨多罗3藐3菩提，复有24天下。微尘数菩萨摩诃萨2生当得阿耨多罗3藐3菩提，复有14天下。微尘数菩萨摩诃萨1生当得阿耨多罗3藐3菩提，复有8世界。微尘数众生皆发阿耨多罗3藐3菩提心。佛说是诸菩萨摩诃萨得大法利时，于虚空中与曼陀罗华、摩诃曼陀罗华以散无量800000万亿众宝树下，狮子座上，诸佛并散7宝塔中，狮子座上，释迦牟尼佛及9灭度多宝如来，亦散一切诸大菩萨及4部众，又与世末旃檀、沈水香等，于虚空中，天鼓自鸣，妙声深远，又与1000种天衣。垂珠璎珞、珍珠璎珞、摩尼珠璎珞、如意珠璎珞，遍于9方，众宝香炉，烧无价香，自然周至，供养大会，一一佛像，有诸菩萨执持翻盖，次第而上。至于梵天，是诸菩萨以妙音声歌无量众，赞叹诸佛。以时弥勒菩萨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向佛而说偈言。佛说稀有法，悉所未曾闻，世尊有大力，寿命不可量，无数诸佛子闻世尊分别说得法利者，欢喜冲遍身，或住不退地，或得陀罗尼，或无碍落说万亿旋种池，或有大千界。微尘数菩萨各各皆能转不退之法轮，复有中千界。微尘数菩萨各各皆能转清净之法轮。
复有小千界，未曾数菩萨，如各八生在，当得成佛道。复有四三二，如此四天下，未曾诸菩萨，随数生成佛。或一四天下，未曾数菩萨，如有一生在，当成一切智。如是等众生，闻佛寿长远，得无量无漏清净之果报。复有八世界，未曾数众生，闻佛说寿命，皆发无上心，世尊说无量不可思议法，多有所饶益，如虚空无边，与天曼陀罗、摩诃曼陀罗、悉梵如恒沙、无数佛土来，与旃檀审水，纷纷而乱聚，如鸟飞空下，公散于诸佛，天古虚空中，自然出妙声，天衣千万种，旋转而来下，众宝妙香炉，烧无价之香，自然色周遍，供养诸世尊，其大菩萨众，执七宝翻盖，高妙万亿种，次第至梵天，一一诸佛前，宝藏圆盛翻，亦以千万计，歌咏诸如来。如是种种事，悉所未曾有，闻佛寿无量，一切皆欢喜。佛名闻十方，广饶益众生，一切具善根，以助无上心。以时佛告弥勒菩萨摩诃萨：阿逸多，其有众生闻佛寿命长远如是，乃至能生一念信解，所得功德无有限量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，于八十万亿那由他劫，行五波罗蜜、檀波罗蜜、斯罗波罗蜜、赞提波罗蜜、毗梨耶波罗蜜、禅波罗蜜、随般若波罗蜜，以是功德比前功德百分、千分、百千万亿分，不及其一，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知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有如是功德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退者无有是处。以时世尊欲从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若人求佛位，于八十万亿，那由他劫数，行五波罗蜜，于是诸劫中，布施供养佛及缘觉弟子，并诸菩萨众，珍异之饮食，上服与卧具，旃檀立精舍，以园林庄严，如是等布施，种种皆微妙，尽此诸劫数，以回向佛道。若复持禁戒，清净无缺漏，求于无上道，诸佛之所叹。若复行忍辱，住于吊游地，切众恶来家，其心不倾动，诸有得法者，怀于增上慢，为此所轻恼，如是亦能忍。若复勤精进，智念常坚固，于无量亿劫，一心不懈息，又于无数劫，
住于空闲处，若坐若经行，随遂常摄心，以是因缘故，能生诸禅定，八十亿万劫，安住心不乱，持此一心福，愿求无上道，我得一切智，尽诸禅定制，是人于百千万亿劫数中，行此诸功德，如上之所说，有善男女等闻我说寿命，乃至一念信，其福过于彼。若人识无有，一切诸疑悔，心心虽如信，其福为如此。其有诸菩萨无量劫行道，闻我说寿命，是则能信受，如是诸人等顶受此经典，愿我于未来长寿度众生，如今日世尊诸色中之王道场狮子后说法无所谓，我等未来世一切所尊敬，坐于道场时说受亦如是。若有心心者，清净而执直，多闻能总持，随意解佛语，如是诸人等于此无有疑。又阿逸多，若有闻佛寿命长远，解其言趣，是人所得功德无有限量，能起如来无上之慧，何况广闻是经，若教人闻，若自持，若教人持，若自书，若教人书，若以华、香、璎珞、藏幡、僧盖、香油、酥灯供养经卷，是人功德无量无边，能生一切种智。阿逸多，若善男子善女人闻我说寿命长远，深深信解，则为见佛，常在祈都掘山，共大菩萨诸声闻众围绕说法，又见此娑婆世界其地琉璃坦然平静，阎浮檀金以戒八道，宝树行列，诸台楼观皆色宝城，其菩萨众咸处其中，若有能如是观者，当知是为心信解相，又复如来灭后，若闻是经而不毁之，岂随起心？当知以为心信解相，何况读诵受持之者？斯人则为顶戴如来。阿逸多，是善男子善女人，不须为我伏起塔字及作僧方，以四事供养众僧，所以者何？是善男子善女人，受持读诵是经典者，为以起塔造立僧方供养众僧，则为以佛舍利起七宝塔，高广渐小，至于梵天圆珠幡盖及众宝铃华香璎珞、末香、桃香、烧香、钟鼓、伎乐、箫、笛、箜篌，种种武器，以妙音声歌拜赞颂，
则为于无量千万亿劫，作是供养已。阿逸多，若我灭后，闻是经典，有能受持，若自书，若教人书，则为起立增方，以尺旃坛，作诸殿堂三十有二，高八多罗树，高广严好，百千比丘，于其中止，园林、浴池、经行、禅窟、衣服、饮食、床褥、汤药，一切乐具，充满其中，如是增方，唐国若干百千万亿，其数无量，以此现前，供养于我及比丘僧。是故我说，如来灭后，若有受持、读诵、为他人说、若自书、若教人书、供养经卷，不须伏起塔字及造僧方，供养众僧，方复有人能持是经，兼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，其德最盛，无量无边，譬如虚空，东西南北四围上下，无量无边，是人功德亦复如是无量无边，直至一切种子。若人读诵受持是经，为他人说，若自书，若教人书，复能起塔及造僧方，供养赞叹声闻众僧，亦以百千万亿赞叹之法，赞叹菩萨功德，又为他人种种因缘，随意解说此法华经，复能清净持戒，与游和者而共同止，忍辱无亲，志念坚固，常归坐禅，得诸心定，精进勇猛，摄诸善法，利根智慧，善答问难。阿逸多，若我灭后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读诵是经典者，复有如是诸善功德，当知是人以吹道场，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坐道树下。阿逸多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坐、若立、若经行处，此中便应起塔，一切天人皆应供养如佛之塔。以时世尊欲从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若我灭道后，能奉持此经，斯人福无量。如上之所说，是则为具足，一切诸供养，以舍利起塔，七宝而庄严，表刹甚高广，渐小至梵天，宝灵千万亿，风动出妙音，又于无量劫而供养此塔，华香诸璎珞，天衣众伎乐，燃香油酥灯，周集常照明，恶世法末时，能持是经者，则为已如上，具足诸供养。若能持此经，则如佛现在，以牛头旃坛起增方供养。唐有三十二，
高八多罗树，上赞鸟衣服，藏卧皆具足，百千众住处，园林诸玉池，经行及禅忽，种种皆严好。若有信解心，受持读诵书，若复教人书，及供养经卷，散华香末香，以须万占白，阿提木多加，分由常言之。如是供养者，得无量功德，如虚空无边，其福亦如是。方复持此经，兼布施持戒，忍辱乐禅定，不亲不恶口，恭敬于塔庙，谦下诸比丘，远离自高心，常思维智慧，有问难不亲，随顺为解说，若能行是行，功德不可量。若见此法师成就如是德，应以天华散，天衣覆其身，头面接足礼，身心如佛想，又应作是念，不久危道长，得无漏无遗，广利诸人天，其所住之处，经行若坐卧，乃至说一偈，是中应起塔，庄严令妙好，种种以供养。佛子住此地，则是佛受用，常在于其中，经行及坐卧，《妙法蓮華經分別功德品》中。